到人了，标记点，往下面跑了三级头，好像看到我们。哎，脸上有人，脸上石头有人。我没看到他在哪儿啊。进圈吧，待会做这个气球进圈。哎，我要到那个。到那个圆塔，这个圆塔能去啊，飘不到。到那个圆盘上嘛，塞维飘到圆盘上。我傻逼是在区里。下面有人。啊！这是三级头还是二级头？这人石头后面有一个，你这都能倒？刚刚趴下的时候，突然网络延迟检测了，卡了一下。估计是你网络不太好，我推荐你试试 UU 加速器，可以一键加速匹配最优节点，综合提速80%以上，时刻保持极速网络，稳定不掉线。十年老牌加速器，各大主播都在使用。记住架着石头，石头后面有一个倒的人，我还没看到他们队友拉他。他队友在车后想出来，他队友在车后想救他。哦，我要上了，应该只有一个人。常在这一步跑图的吗？把他们车胎卸了，我们先跑炉吧，不用管他们。车胎卸了，挡住了，再坡下了，等一下就出来。好，出来了，打吧。一枪。哎，到哪了？我没看到。石头吗？又到坡下了，那石头呢？他们还有发货。我这狙打的真准啊！我也打中一枪，没倒啊！什么意思？爬出来！死完了！啊，有人打我！215！哎，这有人！脸上树后！我要丢手雷了，你们架着他，他要出来了，马上！哇，这没炸到！我炸到了，没炸死吧？他有没有雷？再炸死！可以把雷给我，要不给我丢，就一颗。我来。其实你这次应该炸中，他也要死，他应该死了这一次。来一次。好，就在空地上，两个。220方向啊，他们可能跑背坡后面，我们这里正好在圈里。他们那个背坡在圈里啊，他们的背坡都在圈里。哎，你们别人别探，哎呦，右上角这人挂吧，对，去一什么的。HYL-1的。哎，对呀 ，HYL-2。他们在那个85方向那个。还有车，就三个人。我知道，所以我说当一他是挂。安全门钥匙。看到一个人在那边，当一是挂，不要对，不要对，优先不要对。N 方向。好，他待会要跑毒，这个人是挂。你看他的开枪频率就知道这人是挂。带着扫左边车吧，扫他，扫左边车，他不能还手。
哎，哇，这个人撞到死一个，他可能是他，可能是他们队友。空投箱后面有一个，空投箱后面有一个，对，空投箱后面有一个。然后开车的是一个，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空投箱后面是有。那指头他一个挂了。别对，优先别对，优先别对，我们人多，他要出圈再来。打了一枪，别对，优先别对，他要进圈，优先别对，打血他们都打不过我们。待会这样，嗯、待会这样，李主任你待会就你不打血，我们剩下的人都，李主任跟夏林别打血，我跟 T 教师负责打血，懂我意思吧？你们俩负责拉出去跟他，拉出去跟他，不是，就等毒已经烫到他的时候，在此之前你们也打血，懂我意思吧？在。我跟 T 加三负责打血，你们俩负责冲出去把他赶开。别等级毒，等那个毒毒到他。我操，这毒到我了！我操！我操！打中一枪，你们看能不能打了一两枪？啊！爆头！打打打！好了，完成了。啊！我发现这哎，怎么这帮开挂的全这三级头？蓝洞是不是专门给挂发的三级头？我看啊，这三级头他妈挂专属吗？很好奇啊。他不是刚捡这个空投吗？肯定三级头。三级头皮肤啊，这个。嗯。